很难得啊，今天又把大家找来啊，在台湾东南亚的时间是啊9点，晚上9点啊，我们延后了一个小时啊。北美在东岸是啊，刚刚好是早上8点，西岸当然很抱歉，很多朋友啊一大早早上5点。那欧洲又刚刚好是下午，这种机会是相当难得。那我们当然澳洲的朋友，就是也是很抱歉，对你们的时间就是比较晚。我们这个月已经办了两次的活动。那我都有提过，这个月我们是 dedicate 啊，是为的一些朋友有身体的状况、身心的障碍。我周边我都请很多朋友，不管是有肿瘤也好，有什么退化的疾病，尽量来参加，而且就是早一点跟我们大家连起来。因为会这么说，这个整个月我都在体会到一种疗愈的光或是能量，蓝紫色的，而且相当激烈，相当强。这个当然也是大家、你们啊，我们大家一起所带来的善、友善的啊好的念头。那这好的念头本身就是一种螺旋场，快速的螺旋场，资讯的或是意识的螺旋场，所以它的能量转变的啊，可以对物质转变的力量相当大，不可思议的大。不能小看他。一个人假如这时候有自心、有信仰，其实很多很多物质的层面也跟着转了，只看自己可不可以相信，可不可以投入潜入。好，大概这样子哈。所以另外我也前面特别打招呼，尽量把光线房间的这个光线降下来，只要可以点蜡烛就点蜡烛，不行也没关系，闭着眼睛，舌头顶到上面，除了朗诵的时候，其他时间都舌头顶到嘴巴上面，这样子我们可以一起来，一边共修，一边放松，一边享受。上一次我记得我在前面就带出来一个标题，一个题目啊，这次我想一样的也是临时这样子哈，为大家准备一个题目。要是你知道宇宙有多么爱你，要是你知道宇宙有多么疼你，假如你真正的知道，完全可以领悟到，全面体会到，那你的生命又有什么转变？你又可能做什么？你的生命的态度可能改吗？改变吗？这个我希望大家拿这个题目当做一个，我们当做一个一个门户也好，一个集中的一个点，落一个点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来研究，来分享。今天我看状况可能到最后我们没有时间来问问答，我希望大家可以，假如是如此的话，可以谅解，或是讲你提出来问题没有播出来时间，希望大家谅解。因为我感觉这时间很宝贵啊，我希望我们大家停留在一个疗愈、身心整合、疗愈的一个状态，倒不是我们用问题来把我们的注意本来是完全放松
从一个整体落到一点，我是认为很多朋友反映，那我也认为如此。我们这次我们来试试，一起来试试看看效果怎样。假如不好，我们下次可以再改。好，一样的，因为我们是为了疗愈，所以我们还是用 Om 跟啊，这个月我都带着大家一起啊，因为我感觉是一个 life 好像是，大家一起可以同时参加，所以我想把握这机会，我们一起把手合掌起来，像莲花一样的，先用 Om。深呼吸，吐气。这一次，我们加个念头，希望每一位朋友，包括自己有障碍，身心的障碍，心理的损失，身体的疾病，我们做一个回响，做一个鼓励，做一个加持。把自己交给宇宙，交给大爱，一起啊，莲花。再一次，把自己的全部念头交出来，回到心，回到爱。两只手合掌起来，把它并起来，像祷告啊，祷告的姿势。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用阿门，天主教、基督教阿门的啊，这是一个祷告的姿势。一样的，我们为全部。周边的朋友、家里面，全部众生好，众生悲众生，希望一切都圆满。啊的声音啊，来一起。真正的祷告，其实最多只是臣服。Your will, not my will。最多只是把自己交给上帝，是符合上帝，而倒不是我们自己的愿望也好。期待也好，真正祷告最多只是交出来，是肯定一切，一切都好，都刚刚好。眼前的灾难也好，眼前的危机，不公平，受到侮辱，身心的损失，不可思议的损失也好，不管是合理不合理。一切都刚刚好，这种臣服本身就是祷告。试试看，把自己交出来，
接下来看又会有什么转变，那我们一起啊，再一次真正的祷告，其实它是一种 reset，是把身心重新做一个整顿，重新一个开始。它是带着我们进入心，透过啊，我们把全部这个身体、全部观念交出来，所以。不是我们在祷告什么，是宇宙来祷告我们，是刚刚好颠倒。你把一切都交出来，接下来什么都没有，你交出来了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怕交不出来，只怕自己不诚恳，没办法臣服。所以，我们一起把自己交出来，用啊，做个 reset，重新再来。一个整顿，又重新开始。我们最后两次，先用，再一次用嗡。做一个合一，把自己跟整个宇宙、全部众生、非众生合一起来，整合起来。莲花，手，形成莲花，莲花的姿势。对生命做个顶礼，把自己交出来，臣服到他，他就是自己，是一切，来。眼睛不要张开，调整一下呼吸，要是你知道宇宙有多么爱你，多么疼你。你又可人，怎样面对生命？我们把注意力交给呼吸，落在呼吸，看可不可以体会到一静。一出，呼吸进来，吐气，我都知道。最多只是微细的知道，点一下。
好像骑着呼吸，像一只马一样的，一只龙一样的，跟着他走，又知道又不知道，随呼吸，呼吸想长就让它长，短就让它短。我都可以选择放过呼吸，把自己交给呼吸。有了杂念也无所谓，知道了，带回到呼吸。呼吸长就让它长吧，呼吸短就让它短吧。都不用去干涉它，改它。其实生命也是如此，怎么来就让它来吧，走就让它走吧。这时候我们轻轻松松的在呼吸、静息时候加一个我，吐气的时候很维系的加一个在。静息，我吐气，在心中念出来就好。这个我，这个自我，可以在整个静息的过程点出来，或是等到快要结束静息，点一下也可以，怎么做都好，在也一样，整个吐气都有在的念头。或是等得快停下来，再点一下再也可以。我在这两个字，I am，是站到主，站到心，站到一体，在讲话，是把自己交给一体，交给主佛，交给全部，是站到全部，在声明自己的身份。真正的身份，最多只会讲我在，我
接下来其实什么都没有，最多用一个在来表达一切。在哪里不重要，在做什么更不重要，最多只是我存在。我知，倒不是知道什么。我觉，倒不是觉察到什么。我在吸气的时候，我吐气的时候在。透过这两个字，我们最多也只是把自己弄在一个整体主神佛的地位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就是他，从来没有分手过。所以用这两个字提醒自己，我老早已经在家了，圆满了，完美了。我不需要做任何动作，修行、苦修、追求、期待，盲目的做，什么都不需要，什么都做不来的，样样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做得来的，就那么简单，我们就在，它不靠时间。不靠你怎么去追求，你多么努力，有没有什么恩典，做什么善事，大的善事、小的善事，规划生活或是生命的安排，什么都靠不住，甚至越做越多，反而一整个。浪费许多不需要浪费的时间，它不靠时间，跟时间不相关，它不靠你过去做了什么，未来可能做了什么，扮什么角色，你有没有钱，有没有地位，有没有权利，一点都不相关。过去有没有犯错，有犯罪。未来有没有规划做什么善事？怎么去做什么弥补？一点都不相关。它是透过时间换不来的，透过动作得不到的，透过念头期待不来的。我。在轻轻松松的用这两个字来带着你呼吸，面对呼吸就是面对生命，生命的每一个角落，点点滴滴，都可以用这两个字的用意来活出生命。假如你又轻松，又诚恳，心中朗诵这两个字，我在，你发现身体自然会温暖起来。你会兴奋起来，你喜悦起来，每一个细胞都会活起来。
你发现其实你就是这个快乐，你在追求的，你这一生全部想追求的快乐，你就是它，它就是你的本质。反过来是追求不来的，是把全部一切挪开，才自然浮出来。你看奇不奇妙？是不是跟我们大家想的刚刚好颠倒？轻松，又诚恳，念这两个字，不光心温暖起来，你发现念头也自然减少，甚至消失。而你不知不觉就得到一个宁静，可以住在一个宁静、平安、爱。爱最多只是合一，是绝对的观念，是臣服。你臣服了，爱。就在心中，就在眼前，倒不是爱什么，爱什么是人间的，世界的一个属性，一个特性。爱其实它本身是个绝对的观念，那我们这一生，每一个人都懂。什么是爱？所以我们接下来才会追求一生一辈子，但都找错地方了，都在人间在找。爱什么东西？财富也好，名誉也好，地位也好，别人的尊重也好，别人的期待也好，达到别人的期待，或是爱某某人。期待什么？期待这个人可以给你什么？爱，从一个整体流落在一个小，很狭窄的一个小范围，这是我们人间的爱。所以，透过我在两个字哦，两一句话，我在不断的。我们看穿这一点，把一切交出来，彻底的臣服。臣服到什么？最多只是两个字：我在。什么？其他什么都不用去追求。一追求又走歪了。本来不费力，简单。连个小孩子，一个婴儿都会做，因为他不靠做，所以才是简单，简单比我们想象简单又简单。但是我们人绝对放不过，头脑放不过，他一定要带来一层阻碍，想不可能那么简单，加一层的逻辑说明解释，自然就把。一个好简单的东西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，这里现在就可以做到，反而把它复杂化，到最后发现追求不来，做不来，这一辈子又过去了，到处找老师，找法门。找一个方法。一个姿势，一条路，有种种的期待，对老师的期待，
对一个法的期待，对别人的期待，不断的在追求。今天可能到哪一个角落去修行，去追求，明天看不过，又换了一个方法，另外一个角落。后天又不看顺眼，可能又换一个地点，换一个方法，换一个门派。一眨眼，几十年就过去了。你又得到什么？学到什么？一讲学到很多，任何法、佛法、圣经也好。道经也好，讲的都有道理，比谁都懂。但是活不出来，这个表面懂，没办法解脱，没办法自由，随时跟着别人的期待还在打转，跟着自己的期待打转。跳不出来，被绑架，被束缚，最可惜的是，也许你还不明白，其实。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你绑架，帮你制约、限制。这个限制你的念头、世界、自己，其实不存在，它是个假象。我们也可以帮它成为一个假的笼子。监狱、框架、一个墙壁，假的墙壁，但是你认为是真的，就是你跟我说，我知道是假的，你到下个瞬间，可能就忘记了，从你的行为。又把它成型，把它变成真实不过，你又忘记了，所以从这个假的墙壁，从这假的监狱笼子框架，你受到数不完的力量，这些力量，我们可以称为因果，或是业力，也就跟着它，接下来就怎样打转。今天心痛，明天兴奋，后天有个人生的大的目的可以追求，再一天有种种的目标。可以去完成。你又严肃起来了，把这个世界当做真的，你就忘记了，可能忘记半辈子、一辈子，不晓得多少辈子，转转转不出来。就是因为。这个墙壁、那个笼子是虚的，是假的，所以我们才可以大胆的说，随时都可以跳出来，一个念头、一个心转变，也就转出来了。也才会说。怎么来就让来吧，
怎么走就让走吧。你这一生唯一的自由，是把一切包容起来，不去反弹。既然假的，有什么好？有必要再去反弹吗？去做个抵抗吗？只要你坚持，又落回在抵抗。不管你坚持什么，坚持一个理念、观念，坚持一个看法，认为自己对，别人错，还有意见想分享，想做一个说明。只要你坚持，你最多只在抵抗。把一个假的当做真的，还把假的火上面加油，让它在不断的燃烧，骗了自己，还要骗别人。我才不断的提醒，我们这一生唯一的自由是不反弹。既然是假的，为什么还要肯定它？这是你唯一的一个自由可选择的。很多朋友听到这些话，认为还可能有矛盾。我也可以不参加读书会啊，我参加读书会也是自己选择。我等会接下来可能到马路去散步、去吃东西、到洗手间，当然是我选择，怎么可能没有自由？怎么可能说这一生你没有自由过？从你生到死，你没有自由过，这怎么可能是这样子？连口呼吸都是安排好的，跟你不相关，怎么可能呢？这本身好像是个矛盾。每一个人自己要去参。去领悟这些话正不正确啊？也许有一天成熟了，突然你会发现，一切你这一生所遇到的，都是安排好的。因为这个生命，我们所称为的生命，本身是一个业力组合的范围，组合的一个。一个故事，一个脚本，点点滴滴都是组合起来的，都是反映过去种种的力量。这些力量本身就是因果，但是因果跟我们想的不是那么单纯、直线，因为这个世界的，我们所观察的世界。在背后有数不完的力量，所以让我们一般体会不到，认为这些因果是跟我们每一个动作相关。才会被他骗走。其实，在我们这五个感官后面有数不完的力量。随时在影响到我们的生命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所以认为这些观念不存在，是我们选择一切，我们选择自由就自由。而我这里再讲一次，一切是我们头脑组合的，
而头脑的基质就是因果，就是业力，它是透过业力法在运作。这一点，每个人要亲自体会，体会到这些，自然会发现，其实我就是我，在，我就是主、神、佛、宇宙一体心。在觉了，我就是他，我就是一切。所以回到我们最前面讲的题目，进来你就是宇宙，你怎么可能不爱他？爱他就是在爱自己，就是在承担自己，你本来就有的身份。而怎么可能宇宙、心、佛、主、神不爱你、不爱我、不爱我们？不可能的，因为他就是你，你就是他。所以强调爱不爱是多余的，他当然是爱你，但是只怕你到。现在这里还不相信，还要再走冤枉路，还把这个生命交不出来，把点点每一个瞬间，把它肯定当做真的，没办法放过，所以带来一个假的墙壁、假的笼子、虚的框架，再帮助自己继续绑下去，绑手绑脚。洗脑，自己还不知道。因为宇宙整体就是你，你不用去追求它，更不需要，连肯定都不需要，最多只是把。一切的条件，一切的观念、意见、批评、看法、理解、知道，全部一切挪开，最多只需要挪开，不去肯定，这相对自然绝对就在眼前，就在心中，就那么简单。其实。站到整体，你去肯定相对所带来的任何观念是比较难的，是费力的，是多余的。你不去肯定，反而是简单的。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到现在，都被洗脑，彻底的洗脑，认为。这是不可能的。认为我们这一生所见到的种种的心中的损失、失落、不公平、限制、身体的限制，不管是健康所带来的限制，或是心的层面的障碍，这些本身。就是理所当然，这生要碰到的，要活出来的无常，本身变成我们的常事、常态。你看，可不可笑？可不可惜？我们把这个限制当做我们全部的可能。我们把生命的不快乐、烦恼、种种的损失，当作我们的全部的可能，
这是太可惜了。而生命的光明、爱，随时在等着我们，但是我们选择反转，转到另外一个层面，这找小、再小、再小的一个层面，不成比例的层面，这本身对我是认为最不可思议的。静息，我吐气，再一静，一吐，再我们一起来体会。深再深，深深的潜入到自己的心，沉淀，再沉淀，再沉淀，让心全部打开，体会到什么，什么都体会不来，领悟到什么，什么都领悟不来。只要有任何观念，把它交出来，不断的回到我，在呼吸我，吐气，再大胆的交出来。勇敢的臣服，彻底的拥抱生命。深深的体会到宇宙的爱。宇宙等了你好久，疼你疼不来，因为你不知道，体会不到。而今天我们轻轻松松的领悟到它，潜入到它，交给它。这个爱本身是光，温暖的光。
是我们最大的加持、恩典、鼓励、称赞。这个爱会带我们走出来这人生，不管什么困难，试试看，在这困难当中，眼泪流不完的时候，知道有一个远远更大的力量在等着你，想拥抱你，从来没有离开过你，而你最多只能相信他，相信自己，把自己交出来，知道宇宙不会犯错。眼前的再有什么困难、危机，是短暂的，度过也就是如此。随时把自己交给生命，交给心，你这一生也就自然简化了。生命会帮你简化，让你突然几面一体，让你讲是讲实话，活是活出真实。带着你度过数不完的难关，而每一个你都可以克服。不需要的生命的部分，你自然会把它切掉，带着你切掉，带着你简化。带着你选择一条不同的路，让你这个从人生好像眼前看不到的一条路，自然会打开。让你的业力过去，种种的业障浮出来，表面上好像倒霉，被别人虐待了。脸上被人吐口水也好，欺负了，其实这些最多只是净化，让你把生命单纯化。不这么做的话，你其实随时在重复，这一生重复多少次，下一次来还在重复。不断的建立回路，在脑筋、在头脑建立回路，变成我们的习气，我们这一生的习气，我们这一生的个性，我们这一生的期待、限制。你把自己交出来，让这个宇宙来爱你，自然。全部这些业力业障都会浮出来，这时候看你的诚恳心、勇气、决心够不够大，可不可以度过？只要你交出来，不断的沉浮，就可以度过任何东西，样样都可以度过。上个礼拜，我记得我提到灵魂的暗夜、黑夜，全部会浮出来。但是你不去管它，不去理它，也自然。就让他搞一个段落，把他的能量让他自己消失掉。我
对，不断的肯定今天所讲的一切，透过这两个字，最多只是做一点提醒，一点反省。呼吸，我吐气，在过去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，我等了好久，等了好久什么？期待有人会问，有朋友会问，进来参跟沉浮，是为最成熟的朋友带出来的，是为的准备。好，刚刚好的朋友可以进行的最后一个段落。那我们要用什么心情，要用什么意识的状态来接收这些练习，来进行这些练习，沉浮跟参。我等了那么久，好像没有听到任何人问。我认为相当关键的一个问题，而这里我要再重复一次：最好的方法，意识的状态，来面对沉浮跟参，就是用这两个字。我在，我呼吸，吐气，在，透过这两个字，我们最多只在提醒自己，记得自己的身份。记得，我所追求的一切，所找的一切，祷告的给神、给主、给佛、菩萨、宇宙，其实我就是他们。我想找的，老早已经找到了，只是不知道。所以，透过这两个字。我在最多提醒自己，在承担自己的身份，真正的身份。我在接下来你会发现，你还没有做沉浮的练习，其实你老早已经沉浮了。你还没有参，老总已经参完了。甚至，假如你还有念头，这时候你去参，试试看，这个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大。假如还有念头，这时候问自己：为谁还有这些念头？为谁还可人有念头？主神佛还会理念头吗？还会有在意有念头吗？还可人有念头吗？为谁还有这个心受伤？
难过、萎缩，谁还放不过？还认为有一个修行，有一个生命转变，有个期待的观念。谁还想治疗着身体，希望保留着生命，排除掉身体上的种种的障碍？是谁？谁还放不过，放不下？答案当然还只是我，是我啊！我造出的一切啊，我造出这个宇宙、人间、关系、期待、烦恼、失望，是我啊！一切都是我制造的。那我又是谁？没有答案，最多只剩下绝，大欢喜，大爱，大宁静，大涅槃。你就是他，你就是他们。你就是一切，全部你所想找的答案，老早已经在心中等着你。接下来，不要管旁边别人、世界，先管自己。只怕自己醒不过来，只怕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又这一生耽误过去。把自己找回来后，我们再来谈这个世界有所可以救，别人有所可以帮忙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，这些答案都会清楚。自然未来。跟你这个小我，你这个肉体，其实一点都不相关。我们透过整个这种共修，透过这种意识网
意识格连起来，只要有妥当的数字，大家醒过来，就是几个人、几十个人、几百个人、几千个人，整个地球已经改变了，能量、状态、频率、意识完全不同了。所以我再三提醒，只怕我们自己醒不过来。而醒觉不靠做，身体数不完的变化，你们不是每一位一部分，正是可人，少数人都有，就有一些这段时间，这一两年很大的转变，很多变化，我建议都不要去管它，都不要被他们带走，不管是神通。一种灵感都不要去管它。接下来因为懒得提，所以用一本书叫做《短路》，把它汇总，把许多这些变化汇总。但是最后都不重要，最重要是不是你随时每一个瞬间都在。每一个瞬间都轻轻松松的交出来，臣服到他。最初的瞬间，也就是你最后的瞬间，最初的念头变成你最后的念头，试试看。全部交出来，干干净净的，把全部业力的连锁打破，因为你跟这个身心已经不相关了。还要怎么活，怎么做，怎么走下去，就放过他吧，可怜他吧，放过，懒得管他，试试看。他应做的还刚刚好，甚至更好，比我们想象的更好。这一生来要完成什么，也就很顺利的完成。但是你知道，这跟你真正的自己无相关。你这一生来唯一的任务，假如还可以这么说，这本身也最多是个比喻。你唯一的一个任务，只是醒觉。相对的，其他没有一件事，没有一个东西，一个角色，有成比例的重要。不知不觉，你信仰到了，决心到了，自信到了，也就醒过来了。因为领悟跟
你的肉体跟这身心，跟你的小的自己一点都不相关，你管不了他的，你急不来的。反过来，你把这个小我挪开，看穿，你也就醒过来了。宇宙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错事，犯了什么罪，个性好不好，有多少失望，多少你认为的失败，做人的失败，做事的失败，宇宙不管，不 care，不管。他随时还在等着你，他想把你拥抱起来，想爱你，你就接受吧。想带你走出来，想让你做得更好，你就接受吧。假如你彻底体会到、领悟到这些话，你这一生进来会脱胎换骨，完全转变，完全脱胎换骨，变一个人，变一个个性，生命的价值。完全推翻了，消失了。你也重新再来一次了，再生一次了，因为你知道宇宙随时跟着你，你到哪一个角落，它都陪着你，保护你，爱着你，就是。你需要把这个生命交出来，最后一个念头还是知道，那你这一生就解脱了，不用再回来了，没有事好可办了，完全一切的任务了。在，在，一进我，一出，在。
接下来看可不可以带着这种理解、这种领悟去面对睡眠，不要多讲话，安静的休息。明天礼拜天少讲话，用沉默、宁静来表达这些观念、这些新的理解、领悟、决心、勇气、信仰，用沉默来表达一切。眼前不管什么来，好像都活过，就让它来吧。本来想讲的话，算了吧，懒得讲吧。念头拉沉淀吧，不去管它，它也会放过你。试试看，醒的、睡的时候都可以做。不要去讲闲话，不要去理闲话。不断的回到我在，我在。身体哪里不舒服、障碍、肿瘤也好，疾病也好，放过吧。你放过他，他也可以放过你。就是不放过你，又怎样呢？不在意，试试看。肉体再怎么变化，跟你真正的自己不相关，这是最成熟的人才可以懂。表面上很聪明的人，我们周边多的是，甚至可能自己就是。其实本身是个限制，让你得意，让你用理性逻辑来解释。不可能解释的。反过来，一个人很单纯、很诚恳、很老实，他自然会领悟到这一切，知道跟聪明不聪明，自己的过去的身心的障碍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，我们时间的关系，我知道很多朋友还想继续停留在这种不可思议、讲不出来、分享不来的状态，但是总是我们要做一个结束，所以我是再一次，我们一起。最多用 Om 跟 R，Om 手印莲花，R 合掌起来，把自己交出来，对这个宇宙一个顶礼，对周边人一个顶礼，希望大家的身心的障碍自然可以化解。好，从 Om，然后 R。起来，臣服到
过去全部的大圣人、佛陀、耶稣基督、未来的大圣人、弥勒佛，数不完的佛陀，数不完的圣人，我们对他一种尊重、顶礼，一起来对自己一个最大的顶礼，真正的自己。最高的顶礼就是臣服，我们一起来臣服到真正的自己。用啊。其实就是光，就是真实。接下来，看我们可不可以活出它。来，我们一起回到 Om。用啊，这里做一个结束，回想给每一个人，今天晚上参加的，周边的人，家里的人，整个世界、宇宙，每一个众生、非众生。谢谢大家，祝福大家平安、欢喜、宁静、希望、爱。